式的断球成功，接住小熊猫。行了，我不再玩了。求你了，小熊猫，别那么赖皮，咱们接着玩吧。哎呀，不，小狮子，你说这个游戏好玩，可根本不是。你得接着玩，我正赢着呢。我不喜欢，就不用非得玩不可。来吧，小熊猫，这是最好玩的了。不玩了，不想玩了。我就是不玩了，就不玩了。我要休息一会儿。啊，等休息会儿再玩吧。哎，小龟，别学小熊猫，咱们接着玩吧。小狮子，你没有听见吗？我们说不玩了，不玩了。小龟说了吗？真是的，你没听见吗，小狮子？去吧。啊，新游戏捡球，哎，真好玩，小熊猫，太好了。终于安静了，可是它还是会回来的。哎，我有个主意，咱们可以把它骗走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小狮子看见了吗？看见什么？那个神奇的猴子。你说什么呀？有一个神奇的猴子住在高高的山顶上。一个神奇的猴子在哪儿？几分钟前他在这儿来着。我看不见呢，在哪儿啊？那边。在哪儿？那边。猴子在哪儿？哎，猴子你在哪儿啊？猴子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哎，他一定是往更高处去了。这个啊，我知道了，猴子住在树上，他们有的时候会上去藏在树里的。哎，猴子你在那儿吗？小猴子你在那儿吗？猴子，我问你，你在里面吗？你是不是躲着我呢？出来跟我玩吧，不然我进去把你抓出来。好吧，我来了。又紧又挤，我只有扭着了，我的头给夹住了，不好，我动不了了，我也出不去了，我给卡在这儿了，救命！那个小的傻狮子去哪儿了？我睡得可真好啊，小狮子，小狮子，他现在应该回来了。小狮子，该回家了。小狮子，小狮子，小狮子，快回来吧！小狮子，它能上哪儿去呢？哦，看来不好了。你在想什么呢？不，这不可能。什么不可能？它也许丢了。小狮子，小狮子。什么？这会不会真的有一只神奇的猴子？它还在生咱们的气呢。小龟，我害怕。救命啊，小熊猫！救命啊，小狮子！我们找到你了，我们可把你找到了，小狮子。找到我什么意思？我没丢，我在这儿呢。你刚才丢了，现在把你找到了。我饿了，回家吧。好吧，回家吧。不行，我卡在这儿了，我卡在这儿出不去。帮帮我！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帮帮我呀！真的，真给卡在这儿了。那你自己往后拽嘛，小狮子。我不行，我已经试了半天了。我卡在这儿，待着特别难受。我就扭啊扭啊，一个劲儿的扭。扭啊扭啊，不行，我动不了。我动不了，我卡住了，我要一辈子卡在这儿了，我要一辈子卡在这儿了。怎么办呢？喂，嗨，我来了。你好。多么奇怪的样子呀，半个狮子，另一半上哪儿去了？我卡住了，谢天谢地你来了，小龙，帮我出来吧，求求你了。拽他的尾巴把他拔出来。尾巴不行啊，疼啊。没办法，我想拽腿还有点希望吧。吧，我一数到三就拉，听见没有？一二拉。卡在这儿吧，我还以为能管用呢。哎呀，那么还有什么好主意呢？小龙，用你的神器把它弄出来吧。试试吧。
神器。出了什么事？哦，看呐，花儿漂亮极了。哦，跟我的计划不太一样。我这儿怎么样了？啊？哦，别着急，小狮子，我们想办法呢。这个不行，这个也不行，这个也不行。锤子、签子也许能行。哦，天快黑了，小龙，你能变点灯光出来给我照亮吗？嗯，让我试试，但我不敢保证。哦，真希望这回比上回强。神器。太棒了，成功了，小龙，跟我计划的完全一样。哦，小熊猫过来，你得帮忙。啊，好吧。这儿拿着签子，还有锤子。你们这回又要干什么？你们不会再揪我的尾巴了吧？不不不不不，我们要把你给救出来，你可放心吧。用签子啊，这回不会疼的。天哪，不疼吧？不疼，一点都不疼。我的耳朵，看着点。看着点我的耳朵。没什么希望了，没希望了。哦天哪，我还以为这次能弄出来呢。糟糕啊！我能进来，我就一定能出去。我记得我往上看来着，我的头冲这边。哎呀，我都快饿死了。我真希望能会点特殊的魔法把他救出来，然后稍微往这边转一下脖子。啊，成功了，舒服多了。等到出来他肯定都老 了头发都白了，这可不能怪咱们呢。那咱们肯定都饿死了，就让他卡在树里吧，咱们先回家吃饭吧，好不好？好主意。小狮子，小狮子，我用进去的办法出来的，像是我进去找猴子那样。你们看见那只猴子了吗？我们给你开个玩笑，其实根本没有猴子。没有猴子，小熊猫。我想吃。对不起，我饿了。对不起，小狮子。但是我们可以编个游戏叫找猴子。我去找猴子，你们来找我，好不好？开始吧。我又来了。来吧，来吧。小狮子，藏在一个有吃的的地方。神器。嗨，等等我。